那我们是一起去吃火锅，因为那是扫他的 QR code 哈。那这怎么隔离啊？有没有去吃鱼喝茶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去排查过看他。哎呦，你在讲什么？我说他们有可能这样做，他们那一挂的。不会喷到衣服上，我们喷。真的还蛮酷的。啊，那个前面的门把，那个刚刚拿出去。这有用吗？所以那是紫外线吗？紫外线啊，已经杀菌了。消毒，你要足迹重叠，当然要稍微消毒一下。那会几天后才会看到他啊？十天后。全面消毒。那进来，请消毒一下。消毒一下。我来了，我拿大家伙来了。喷干净，喷干净。对，蛮好用的哦。